请问，基督教新教包括浸信会吗 ？ChatGPT said，ChatGPT 是的，基督教新教包括浸信会。浸信会 （Baptists） 是新教的一个主要宗派，起源于17世纪初的英格兰。浸信会的信徒强调信徒的个人信仰决定和完全沉浸的洗礼，这与其他一些基督教派别不同，比如天主教和东正教，后者通常会给婴儿施洗。浸信会的核心教义包括信徒的洗礼只给承认信仰的成年人施洗，不给婴儿施洗。教会的自治，每个地方教会是独立的，自己管理事务。圣经至上认为圣经是信仰和实践的最高权威，因此浸信会是新教运动的一部分，并与其他新教宗派共享许多共同的信仰基础，如唯独因信称义和唯独圣经权威。